兄姐妹平安。平安。感谢主，又是一个美好的清晨。感谢主在一周的劳累之后，再次将我们弟兄姐妹带到我们的这个教会当中，我们彼此分享交通啊。更重要的是，在这一刻我们放下所有的重担，一个轻松的心，一个欢乐的心，来到我们主的面前，来感谢我们的主，感谢主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早晨，感谢主，当我每天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就又是新的一天。感谢主，因为他的名使我们可以敬畏。感谢主，他的名何其美！感谢主，这美好的早晨。感谢主，是新的一天。感谢主，你明明使我敬畏。感谢主，你名可其美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这美好的早晨。感谢主，赐新的一天。感谢主，你明明使我敬畏。感谢主，你名可其美。感谢主，这美好的早晨。感谢主，赐新的一天。感谢主，因你名使我敬畏。感谢主，你名何其美。Thank you, Thank you Lord, for this is great morning. Thank you Lord, for this is new day.生命的主权交托于你，求你向我们显明你自己的心意。你让我来到主你宝座前，我心我灵向你俯伏敬拜，再次将主权交托全能神，恳求你心意向我显明，我愿触动你心弦，真心靠你喜悦，我要举起双手降服于你。主你宝座前，
神，恳求你心意向我显明，我愿触动你心弦，全心讨你心求主你掌管我们的心意，使我们完全属于你。因此我们知道，无论是高山低谷或洪水翻腾，但主啊，你永远坐着为王。主耶和华，你满有怜悯和恩典，我投靠在你翅膀荫下。主啊，不论我们有什么样的过犯罪孽，当我们回转，主你应许说，那一宿虽有哭泣，早晨必有光。主耶和华满有怜悯和恩典，我投靠在你翅膀荫下，当我回转，
依然可以听见你的声音。宣告说，主啊，你是我们恩典的主。
这周当中我们要经历受难节，我们要经历复活节。我想到你在最后一章当中，主啊，你为你的国度，为你的教会，为你的百姓做出很多很多，最后钉死在十字架上面，你被埋葬又复活，带给我们今天人的盼望。巴不得每位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主啊，你的爱再次感动我们，要在这个时代立志为主而活，让这个教会在这个地区不单单做礼拜敬拜赞美，我们要转化这个社区，改变这个社会。因为我们知道主你来的日子近了，巴不得你的教会在这个时候能够刚强壮胆，能够发出声音，让别人看到主在我们当中。在这我们再次为潘牧师师母来祷告，他们现在已经进入亚洲的宣教工厂，主与他们同在，特别保守潘牧师的身体，让他身体健壮，灵里面活泼，而他们宣教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有那些果效，有丰收的禾场状被他们所收割啊，所囤积，要建立他们的果子存到永远。我们在这边教会一些有病的一些弟兄姐妹，求主亲自来看顾保守，他们心中难过的，主也亲自来安慰，要擦干他们的眼泪，因为你的恩典够他们来用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！这样祷告祈求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。阿门。大家请坐。